今天我要在我这个频道挑战什么呢？就是现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，然后我是学生 student， 然后我是一个 YouTuber。没错，那今天呢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最近发布了新的单曲，名字叫什么？小姐，小姐真美丽，少了一个字，你真美丽。对，小姐，小姐你真美丽。那我相信很多人都还没有听过这首歌曲。那这次的那首歌曲呢，是发布在滚石的这个频道。那我自己呢，就没有办法将这个完整的 MV 发布在我频道，因为呢跟滚石有这个合作的关系。而这一次呢，也是有跟资深的音乐人合作，所以呢这次的词曲创作的部分呢，是由他们来包办的。然后非常感谢滚石，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唱这首歌曲。但是今天我要在我这个频道挑，今天我要在我这个频道，今天我要在我这个频道挑战什么呢？就是。像OK， 我再来过。但是今天我要挑战什么呢？就是要挑战唱现场啦。大家可以看到他手上拿着这个是乌克丽丽。对，我今天就是要挑战 live 来唱这首歌。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混音技术已经很好了，就算你唱走音、唱拖拍、唱得像鬼叫，还是可以修得很好。但是去除了所有的修音软件过后，原声是长什么样子？我们现在就来挑战一下，真的是零修音，所以你看到绝对没有看到破绽不对嘴的情况，绝对看不到。OK， 挑战开始。会说话的眼睛让我疯狂地爱上你，我每天都在这里等你，看看你我也很高兴，梳梳头发拉好了上衣，我提起勇气走过去，小姐小姐真美丽，我要带你去看戏，可是你却杀出这一句 I don't understand Chinese完了，有没有很喘的感觉？是我唱得很喘，因为我就是平常很少运动，然后呢，这样快的这个节奏，连你的肺活量，对对对，因为平常录音室都是一句一句录的，就是唱不好可以。你要报秘密出来？对对对，但是唱 live 真的不简单，因为要从头到尾一起合唱，不过还是蛮好的体验的、啊。怎样？觉得我唱的怎样？我觉得真心话，其实我觉得你唱的。就我觉得，我是真的觉得你唱的跟你发布的是没有很大差别啦，是吗？这是称赞吗？称赞，是啊，就代表我值得称赞。没有修音也是 OK 的，
好，那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有任何的意见，或者是想说些什么话，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。那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就记得分享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你的频道是？我的频道是学生 student。呀，我的频道就是冰燕，郑冰燕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